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，我们吃饱了，然后少女要去逛书店。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这边以前是戏院，现在已经变教会了。找一下，先猜零，啊，他过不去，还有剩8秒。这边有全联。然后我没有逛过啊，你忘了。你看，你被阿优阿优说你忘了，好像真的有逛过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屈臣氏几点非常可怕。为什么？是蜡笔小新，而且超级可怕。那我们不要靠近屈臣氏。我想说，我千万不能靠近的地方，我会花很多钱，千万不能靠近。我们不要靠近它。真的很可怕。金玉堂在哪？在这个底下吗？哪边有金玉堂？那边啊，那边。姐姐后退一点点。哪边？帮我讲。那边啊，金玉堂啊，没有，我们千万不要靠近。往那边走就是仙之岩，以前小学的时候常在这附近活动。我记得这边有夜市。你这边有什么？夜市。夜市在那边，在蜡笔小新的娃娃。那边有蜡笔小新的娃娃。这边摆这个怪怪，这边以前应该是正门啊，可是因为现在可能是疫情还是什么，都先关起来。这边以前好像叫金板神百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它就是汉兴百货。以前啊，最早最早。姐，你今天要买什么吗？去金玉堂。啊？比心，我要买那个双面胶。你要买双面胶？走，走走，绿灯了。看一下包装纸，我要包 Cody 的。Cody 的礼物来了吗？来了，你今天不是去拿了吗？哦，那个里面是什么？哦，不能讲。Cody， 不是今天想去拿，你已经给我了。那 Cody， 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参加 Cody 的 party？ 下礼拜吧。礼拜几？周末吧。周末。他是写鬼灭。老板拍照吗？你要跟他拍照吗？有板级面包哎、欸！啊、老板说，老板你那一张有一天要撕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来跟你买。啊、哦，底下有书店呐、啊，那边吧，那边啊，金玉堂在那边的样子。两边哦。对，它是两边。都是干嘛的？海报。走走走。它上面会写什么？它有写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没有？书店在这里。书店在这，全联在这。这个书店应该是属于哇，走进去就有卖手表。哇，很传统，稍微比较传统的书店。可是这种书店很有趣哦，就会有时候会挖到一些宝啊。像这边有电子计算机，你要买电子计算机吗？我之前有答应他说，他考100分的时候会帮他买达克笔。达克笔，他可能忘记了。他今天才提醒我。达克笔，那不要跳了，不要跳。会地震，会地震。他应该是在这里乡下，他已经跑走，我觉得他已经去找书了。找达克比。我应该是。你走一圈逛一下。你要看漫画？这不是漫画，你要看小说。你可以不用再买了，我找到18集。18集。我们是18集没买。对，我们18集没买。18集。OK， 那你就拿着。我知道。走一圈。这也是一间很传统的书店。你为什么要挑拿那么多本啊？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有没有什么不同？下一集的第19。不会，它就是一叠一叠的啊。对啊，你看15一个，16一个，17一个，18一个啊。不会有啦。这个15。这边有卖书包，走一小圈。尖锐出版呢、欸，小时候很多。书也都是买有尖锐的，就是一些杂志啊，还是什么。
欸，这间人蛮多的，从来没来过。逛一下，哇，可是都有人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又怎么了？你要结账这个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有看到姐姐吗？他们最近他们很迷这个啦，鬼灭之刃。哇，连汤匙有卖，就是他，哇，有就是有那种文具店的感觉吧？这算什么？这就是卖很多，这边发夹啊什么也都有卖。就小时候我们逛的文具店很多都是这样的。这边有拼图、制服。现在比较少看到开这么大间的这样的书店。他又在那边去杂技，那边有卖一些运动用品。哪边有笔啊？笔哦，姐阿纪一定在笔那边，对不对？我也要。你要买笔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去找姐这里。我猜是在这啊，笔通常会在比较前面。不是，走。我猜应该是在，对，这排。你看阿悠马上跑去跟姐姐分享，98级。你不用吵架，我先看。不行，我先看。来。为什么你先看？我先看。谁付钱谁先看。那我要付钱。这本。哦，这种还会卖一些。我有个笔还没。卖一些耳机，这边很多。这种类似这种文具店也都会卖有牌子的耳机啊什么，我以前也很爱逛，就以前应该是差不多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。为什么没有笔芯？你没有找到笔芯吗？一定在笔的那一区啊。手电筒、剪刀，哇，剪刀的选择就超级多了。看看现在，你要找、哦。我刚看那边的漫画，我看到好多我童年的回忆。平生，我看到玩偶游戏。平生，二号走道在哪？二号走道在前面，这边20级。他在问什么？二号在那边11啊，你应该是往那边。店好大哦。对啊，好大哦，很少没下来过，很少。找了，我在找包装，我要包扣的礼物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要包括你，然后你要跟我走。二号，你记住。你要找什么嘛？数字比较小，在那里自己找。管他，自己找。好像你老板就应该讲二号走。我帮你挑啦 ，Cody 的代表，Cody 的代表颜色应该是他最近喜欢蜘蛛人，所以他喜欢红色跟黑色，红色跟黑色。米奇是彼得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在想我要包什么。红色黑色就送他 Hello Kitty 吧，不要了啦，他会被生气。那一盒有一点大。你今天书店是很大，你用什么袜子啊？我刚看好多漫画，我想说的回忆。Oh my god！ 你知道我刚真的，我这一套我好想要这样。你要买吗？啊，是走过以后你就冷静。买了随便你啊，你想买就买啊。你看买这个可以吧？可以啦，那就可以。这两颗吗？可以，那可以。很低调。看这样子有没有红色？没有，红色就。口底现在应该比较红，蓝色也可以。好，那我决定，我们就买这个。好，蓝色这个蛮漂亮的。这个哇，看起来跟你一样漂亮。可以吧？在哪里？哎，你不要敲我。不要再敲了。好，这个也很漂亮，这个颜色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拿这个。对，很漂亮。这白色的也漂亮，这系列都很漂亮。对啊，你看，拿到这个。对啊，这个比较短，我觉得那盒有点大，我们买长一点。好吧，好吧。我还怕不够大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蜡笔小新的袜子那边？不要，我已经有这，你看我今天就有穿。
走吧走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好了，走啦，去找你女儿了。你不要去看漫画了。好，陪你去看。我真的不想理你。有七龙珠是不是？还是海贼王？那是你们男生看的好吗？那、啊、你以前都看什么？这什么啊？这乱码，然后乱码也。他一直闷着游戏。他以前不叫这个，他以前叫玩偶人。你要看吗？这是玩偶游戏啊。什么东西？沙男啊。沙男哦。玩偶像，你不知道对不对 ？Oh my god， 我超想要。嗯。哦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。大家就把这段跳过就好。我以前都会买 PC Home 的杂志，然后要不然就是买 PC DIY 的杂志。这边超多的，你知道这边超多漫画吗？你克制一点。我真的太晚知道这个地方了。这个网络上就买得到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在这边逛，跟你在网络上逛，那感觉。你真的不想？哎、欸，我要这个了，我要。啊，我需要这个出租女友。不需要你有好啊！我可以租租给你啊！你给我钱，我把我租租给你啊！不要，我的女友是老师。那我也可以穿呐、啊，我穿给你。你晚上会变老师吗？我坐好，坐好，等你动来动去。真的让他们找到第十八集，还有个海人。他有想到，他想到特别的。我不知道，他说他去找笔，《进击的巨人》。哎、欸，整套的海、啊、海航海王，你看看。我跟你讲，这逛一圈不买，真的会很难受哎、欸。买了你的荷包就难受，你老公就难受。你买来放哪？你嫌我们家书不够吗？我的书柜还有空间啊，那时候我真的。你的书柜有空间，你要假文青放。放漫画不会让自己变文青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柯南！哎呦 ，My God！ 你买这套给我就好了。妈，买这本给我，《新手巨乳》。你买这套给我就好，下面这套，下面柯南这套。你真的要买你就买，我就怕你。哇，你这个 ，My God！ 我想说帮我看呢，《网球王子》。我天哪！天哪！哎、欸，去看他们在干嘛？看你女儿在干嘛？天哪，他找到比心没？他会迷失了，跟他妈一样迷失。他不会，我那一啊，妈，你小时候有看这个吗？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。有啊，以前我妹也会看、这个。对啊，这个很有名，他都很喜欢看这个系列。对，这很有名，非常有名。以前我们都会一起看柯南。这是东立的。我去看少年在干嘛？他挑好没啊？少年在买哦，有卖糖果。你要比心是不是？对。哪一种的比心？你跟我讲。自动铅笔的比心。自动铅笔的比心一定有。你这个给妈咪看，我不知道。我帮你找一圈，你跟我来。我也没看到，我真的。你没有看到自动铅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要问妈咪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。感觉自动铅笔的笔芯会在这附近。我已经看过了，也没。对啊，感觉啦，会在这附近，因为这边都是。我找一下，我看看，这边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他找不到笔芯。二号在这里啊。好了，这边我就录到这边了，就是我们在逛书店，不应该不会买太多东西啦，然后就来挑了一个 Cody 的包装纸，拜拜。